这你看，这又是这两个都是年吗？
大桥，福美大桥。 Zhoushan自由贸易实验区。
亮不亮？你感觉呢？都是桥连的。
外地去旅游了。你想在那来这儿，为了他们也想到别的地方去看。沈家大石头，沈家门违章拍照。前方红绿灯路口请直行。3公里后，红绿灯路口请直行。150米处有违章拍照。即将经过学校路段。55，即将经过义华路段。
150米后红绿灯路口请直行。350米处有闯红灯拍照。前方红绿灯路口请直行。300米处有违章拍照。以后右转，前方在红绿灯路口右转进入新建路。300米处有闯红灯拍照。请减速。24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右转。请走最右侧车道。即将右转。右转进入新建路。前方十字路口请直行，走右侧两车道，即将进入桥梁。全长 1.6 公里，前方路段限速40。70米后红绿灯路口请直行，走右侧车道，当前时速39，限速40。300米处有闯红灯拍照。前方红绿灯路口请直行，走右侧车道。都是那个渔船是吧？渔政，这应该都是大渔船。400米后红绿灯路口请直行，走右侧两车道。300米处有闯红灯拍照。这都是码头了。还能找个。前方红绿灯路口请直行，走右侧两车道。这都这
往前来走走，这都可以。以后红绿灯路口请直行，300米处有闯红灯拍照。前方红绿灯路口请直行。米处有闯红灯拍照。320米后红绿灯路口请直行。哎呀，拍到了。到这边停了。